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的毛玉琪，在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古筝大赛2022中荣获业余儿童 B 组银奖。我学古筝两年了，感谢严仁然老师对我的悉心指导。比赛是一种经历，成绩是一种收获，我会再接再厉，提高演奏水平。我是毛玉琪，今天是2022年11月26日，以下节目为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古筝大赛演奏。我是毛玉琪，今天是2022年11月26日，以下节目为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古筝大赛演奏。